松松松什么？哎、欸，大家好，我是志浩，然后这是我难得一见的工商服务时间，就是我很难得对帮我公司宣传。下礼拜六23号，就是我的公司是卧槽，然后卧槽我会办一个转型正义教育，啊，这个好大声哦，转型正义教育黑客松，然后目前已经有35个提案，蛮多的，蛮厉害的。对，那都不是我的功劳，是我同事的功劳。那提案的人大部分都是设计游戏的人，或是转型正义相关的历史啊、公民的老师，或是研究者，或是学者。那他们很希望能够跟非专业领域，可是拥有一些特殊技能的人交流。譬如说你是说故事的啊，或是你是写程式的，或是你是做视觉设计的，都很希望能够跟大家交流。那因为这过去这个可能一年来的焦虑感，让我们感受到就是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转型正义，尤其是如果它能够在台湾社会，尤其是年轻这一代的人，如果能够扎根的话，会对台湾的未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哎，就是这样一个微微的情绪勒索，那让我在这边 present 这个活动。那希望大家会有兴趣。那大家可以到这个 URL tinyurl.com， 然后/TJEDU。因为 TJ 就是 Transitional Justice， 就是转型正义，然后 EDU 就是教育，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 URL 去看说目前有哪些提案。那23号的活动就是这些提案者都会到现场来，然后会跟现场的人交流。那促转，因为这个案子的主办单位是促转会，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那卧槽是承办单位，所以促转会的人也会来，然后促转会也有提供很一些跟转型正义有关的素材可以让这些提案者使用。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在23号的时候，先上这个网站看一下相关的讯息，然后在23号的时候来参加这个，跟军营黑客松不太一样，可是也叫做黑客松的黑客松，有点怪怪的，不过没关系，好，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找我，我是志浩，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志浩，下一个也。